OK 啊，来大家开一下 video 啊。OK，很快啊，二十多分钟罢了。OK，然后你写东西啊，在你的书。好，然后十十多分钟就很快过了的啦。OK，所以刚才我们讲哈，这个是呃邦格岛呃合约啊是做什么的啊？哈、啊，陈乐你有在吗？诶，凯乐嘞，还没有进回来。OK，你看啊，这个邦格岛的那一个啊啊啊啊啊什么啊合约是做什么的呢？啊，它是讲。 呃、uh,，Raja ab Abdullah 就做国王了，Okay，Ismail 又就跟他拉下来，给他作为太子。然后呢，国王一定要接受一个顾问，国王接受吗？一定接受咯，因为这个国王是我捧上来的，是不是？说、so, 这个顾问为什么我说很厉害啊？因为他说，他所有的意见，那些汉是劝告，对吗？就是意见哦，一定啊，一定要的，Musti 的必，哦，一定，啊、呃、，Diminta。 Daddy, Paduhi 一定要问，就是跟他拿意见好、哦，然后啊、呃、要遵守要服从的。所以他的意见不是意见来的，他的意见是命令来的。<laughs> 看到吗？啊，这个重点啊，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管。Dalam semua 看到吗？所有，哎，所有啊，所有的事物，乌路善是事物啊。 这个啊，管理的事务，乌鲁山本达维然喏，好，除了宗教跟啊习俗啊，除了宗教跟习俗啊，OK，所、so, 以这个呢，其实整句你都要，你你要用到的这整句，他还蛮常、蛮常问的，K o、okay, 啊，就是蛮常用到啦，可能你要在 SA。 的时候写、啊、还是怎样呢、啊、？OK，所以接着就是讲哦，他什么都可以管啊。但是他保留一些东西给那个国王做。国王呢可以管回回教啊，还有那个那个什么啊啊啊习俗，马来马来人自己的习俗，然后其他管理的东西全部啊，国王就是名义上可以管吧，因为全部都一定要问过那个顾问的意见了，明白吗？OK，再来呀、啊，那伊布拉是其中一个大臣，你记得吗？很厉害的大臣，OK。 那伊就是带中中国人进来的咯，所、so, 以那伊布拉欣现在给他一个地位啊，更大的叫 orang kaya menteri 拉入，很啊啊，就是给他一个称号，讲那哈，为什么呢？他要讲，他要他要给他多一个东西，他要给他一个本 e n resident 跟在他的身边，说、so, 这个好还是不好？不好啊，因为哦，本来那伊 h i m 的权力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极度。 啊，uh, 怎么说呢？有有势力、有影响力的大臣，可是现在哦，他身边多了一个副的顾问哦，哦、huh?，那个顾就是啊啊，uh, uh, 第一任的顾问在国王身边，第二任的顾问在 r 伊，him 身边，你看厉害吗？也就是说，r 伊，him 有什么东西也要问过这个顾问的意见呢，你明白吗？啊，OK，OK，、okay? okay, 再来啊，所以现在呢，British 成功就是有完全的掌管啊，哈、啊，他完全。 掌管霹雳的收税啊、哦、，OK 啊，有权利有权呐、啊，完全有权了。对于这个霹雳州收税的事件，OK，在霹雳州收税啊，不买单就该了，看到吗？因为他苏丹身边他又放他的顾问，大臣身边他也放他的顾问，看到吗？啊，OK，再来啊，大家这个、哦、有个可能他会问啊，圈圈题啊，圈圈题，达胡噶安达全部你都要记啊，不真正帮过吼。 不是真正在岛上面的，这个邦格岛合约是在邦格岛附近的一个船上面签的合约来的。这个船是不啊英国的战船，它名字叫 HMS 布多战船，HMS 布多战船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就讲这个合约不是在你吃海鲜的地方那边签的，它是在附近的那个海上面那船上面签的。 OK，啊，因为在船上哦，就 British 大王嘛，全部人都要听话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黑社会在那里？伊信海上在那里？要听话咯。那些大臣啊，也是要听他的话，因为他们在那个船上面。啊、哦，OK，OK、okay? okay、啊，再来啊。所以这个 n 将将帮过非常的成功，这个 n 将将帮过一千了哦，哦，它代表着啊，British 正式的去管理霹雳走了。OK，啊，相。 呃呃，象征着，它象征着啊，British 成功了，成功掌管，掌管了，成功，掌管，哪一个字你不会你才写啊，你不用像我这样每一个写的，我只是要过后容易看回罢了，OK？而且是直接掌管，你知道吗？Sir Charles 当送是直接啊，这种你就写了，直接掌管他们的内政事务，事务啦，How a one 是事务。 啊，管理国家的事务啊！诶，等一下啦，这个本来就补习时间啦，今这个本大别人啊，管理国家的事务啊，还有经济啊，British 的经济啊，你知道吗？OK，我找五分钟，OK，五分钟啊，等下我找五分钟，多七分钟。所以这个 Bajanjan 呢，也象征着吼、哦、b r i t i s h 过后啊，他一个一个呢 g 你们 e r m e n t 一个一个去跟他们签了啊，因为他一个一个拿下了，OK。 说不讲讲邦购是第一个，number one 呢，OK，接着就到其他了，二三四五这样喽如果我们排这去了，这个是 number two 咯，啊，这个你不用排的，其实只我只讲双宝，number three，你看我是看年份的，number four 哇，一个一个跟他们所说我讲彭恒州最后你看到吗？因为彭恒州的书单怎样都不要，叫叫他呃拿、呃、resident 不要，什么人不要，直到那个九号书单，劝他，他才 OK。 不过我不要顾问，我只是要一个代表吧，我要挖救吧，我看到了啊，OK，所、so, 以我们看一下、啊、这个第二个啊，OK，啊，它的条件，所以这个是跟松艾五中啊，就是森美兰州的一个重要地方啊，这个是森美兰来的。啊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写在那边容易看。森美兰州那一条重要的河，你记得吗？的的的区域，这个区域上面有一条重要河叫松艾林地，松艾林地可以收税啊。松艾五中是一个区啊。 OK，重点是在这条河啊，松爱林地这条河，看到吗？才可以收税。OK，所以重点哦，讲到呢，他帮的那个大臣就是达多克兰呐，被承认为正式领导人。OK，收承认第一第 e 就是收承认啊，作为本马林大熊爱乌中领导人，他是熊爱乌中领导人这样咯管理人。 OK，可是名义上罢了，因为呢，British 去管税务啊，British 有完全的权利啊，去管税务，刮痧，哇，这个按不到，嗯，刮痧权利，刮痧本诺啊，完全的权利啊，去涨去去收税咯，重点是 British 收税啊，OK，给你做大臣，不过我收税。 明白吗？在苏迈林地啊，OK。第三个，British Selango 啊，British 跟雪兰而签的合约是怎样呢？British 帮助苏丹管国家，看到吗？British 会帮助苏丹领导管理国家，讲。然后，British 派一个人叫 J G Davison 啊，他他会住在，他会定居啊，住在啊逗留啊，住在住在,在 Klang 那边，还有 Frank Sweetenham 啊，就住在 Langat。 OK，这两个人呢是帮忙管理雪兰儿的，就是讲哦，这两个人是不是帮忙罢了啦？所谓的帮忙就是正式管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国王不可以不听他们话的哦。啊，讲你不听我的话是吗？我叫 British 攻打你，然后国王都知道，哎呀，是打不过的啦，就这样咯。彭亨州啊代彭亨州重点就是啊，他们只接受了代表啊啊，你忘记了这个字，你可以写在这边代表。所以这个代表呢？ 啊，他有很强啊，他哎，不是很比较低的势力，因为他好像那个呃呃外国领事，讲罢了，外国领事在呃呃呃在彭恒州，他的势力只是外国领领事讲罢了，小小的他的势力。OK，所、so、以 British 还是哎，British 只是负责啊，British 要管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讲我负责管理你的，我负责啊管理和啊啊彭恒州的和平啊。 和平安宁，将啦吼，有战争什么啊，British 会去管咯啊。彭亨州呢，不允许说、so、他唯一 British 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将啊，彭亨州啊不被允许啊，提到 Membana 干，提到 Dierna 干，应该讲 OK，不被允许跟别的势力做合约，签合约啊，别的外国势力，你看到吗？什么是外国势力呢？ 包括荷兰，他们最怕的是荷兰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当 b u g b a n b r i t i s h、啊、就是没有允许，没有 “british” 的批准，批准，批准啊！他讲没有英国的批准啊，你们不可以跟其他的外国势力签合约。所、so、以 “british” 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这样。你看，还要管理，管理不到哦，他只是很怕。 狠狠就给人家拿掉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他就讲你不可以跟人家签合约喽。然后这个书单哦，也觉得好啊，你现在没有直接占领我吗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只是讲哦，我不可以跟人家签合约好了，我接受喽，看到吗？所以那个代表是谁啊？那个代表叫 h u g e Clifford 啊，不过他是代表不了。OK，啊，没有什么大的势力的啦。OK，啊、呃。 这个是 British 跟整个圣美兰州签的一个合约来的，这个没有东西的哦，因为哦最重要的跟圣美兰州的合约在这边了，因为这里赚最多钱，这个书卖五卷，知道吗？这个是讲跟整个圣美兰州的啦哈，然后他得到什么好处，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啦，就讲啊过后就被管理了咯，就是讲咯他统一电话要坏了、啊、怎中怎么办呢？这样呵呵，OK。 所以他他还有跟很多那些大臣签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蓝州很特别的哦。啊、呃，你们听到我讲话吗？因为陈恩讲他听不到啊，听不到,、哦、听不到看不到哦。还是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还是陈恩问题？我我问他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我们要完了，我们要结束了。 到木瓜树啦，七十一。哎啊，对哦，OK 啦，OK 到这边先啊，我们过后再看 system resident 啊，我今天给你找方，OK？因为今天一直讲不了的。OK，好了，大家，诶，凯乐恰现在进来哦。o、okay, k 你可以，你可以退出来，我跟凯乐恰讲一讲。OK 啊，可以去啊，OK。陈恩好，嗯，其他人可以哦。拜拜，Everybody，去交东西上来啦，OK？ 啊，凯乐姐，怎么你现在进来的？你被弹出去是吗？凯，我们讲完了，我们讲到这个七十一面了哈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现在停了，你可以啊把你写了的东西拍照交上来，OK，然后你就可以 break 啊，因为真的是一直讲的很有点长。凯乐，OK 啊，拜拜啊，这么一再进回来的，这样奇怪的，OK 啊，拜拜。有 miss 有什么不用怕，有 video 的看回 video 一条，OK。